者叙事影综合报道。第71届法国看成影展稍早公布入围名单，最受瞩目的主竞赛片单元出现了许多耳目一新的名字，许多导演均为首次跻身主竞赛，和以往名单比较多了许多新意。没有烟消的爱情 CLDWAV 2015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得主伊达的抉择，导演帕维帕里科斯基最新作品。电影描述1950年代横跨四国恋爱的一对情侣爱情故事，电影中有大量的爵士音乐元素，浪漫细致优雅又具有时代感的魔力。睡猪也好醒来也罢 ASAKOI 演更被誉为大师接班人。上述两部电影台湾片商将安排下半年上映。另外，致力于拉拔新秀的一种触目单元片单里，阿根廷电影《天使怎么了》ELANTEL 由《生命中最抓狂的小事》大半最佳阿莫多瓦幕后班底制作，阿根廷导演鲁尔斯奥特加 LUISORTEGA 指导，改编自真人真事轰动阿根廷的犯罪故事，描述年仅17岁的青少年犯下多起凶杀案后遭逮捕，因为其俊美的外表被媒体称为死亡天使。他也是该国有史以来劳刑最久的罪犯。没有烟消的爱情充满大量的爵士音乐元素，优雅又具有时代感的魔力。东浩提供睡住也好醒来也罢改编，自芥川奖的讲座家擦提有香的聪明人气小说。东浩提供阿根廷电影天使怎么了入选坎城影展一种注目单元。东浩提供